今天要跟我爸去爬山，然后现在时间6点半。这边有按钮，我可以拔下来用按的。可以连接，对。那是无线的吗？还是？可以用蓝牙。哦，也是无线的、哦。然后这个不错哦。对、哎、哦，真的。现在慢慢都看得到枫叶了。到了天池，福寿山上面的天池，开了很久，从台中到这里要3个半小时。以前的样子，现在的样子，地方都有天池。对啊。只要在最顶端都不会干的，就当然就这样。这个就是那个嘛，蒋公的那个。好、哦。之前带妈妈来这边约会啊、哦。哎，这边印象最深刻。应该初吻也在这边吧。哦，是啊，初吻你家，都是这样，没有变。哦，那时候都没有骑摩托车可以骑到那边。啊、哦，是啊，骑到那边都有没有管制啊？摩托车可以骑到这里来啊。嗯、哦，啊，拍个照好了。不落地。好多苹果树，应该有很多牛顿在下面。
瑞士的一个小镇，好漂亮哦。搭飞机搭很久才到瑞士。现在差不多要下山了。